一人。喂，真。快！快点，肥宝！肥宝，换三个！哎呦，你是快的啦！哇，看不到啊！前面是一种地泥，然后浮起来，湿湿稠稠的。粥。啊？粥？这什么东西？什么粥？前面是一个地泥，皮蛋瘦肉粥。不是，前面是一个地泥。所以会加一些瘦肉，我知道了，咸的，哇，会加油条，什么粥？快点，前面是一个地名，什么粥？上海粥。方向，我刚也跟我弟想方向，东南粥。东什么粥？东广东粥。东粥。答对了。你如果今天那个吃辣吃很辣，我那天吃很辣，我去医院要干嘛？吊点滴。答对，回来，好，快点回来。上海粥，欸、这是什么上海粥？哎、欸，你问。我刚想到上海粥、欸，哎。方法回来。不要被影响。快点呐、啊！嗨快就可以过去了。快点，快点，跑了慢。快点，这样子不要戴墨镜，你来耍帅。干嘛啦？广东什么上海粥？广东上海粥。广东很难吗？广东很难吗？我没吃过广东粥。你有听过吗？我真的没听过广东粥。三扁喽。三次，快！因为我们答应他说三扁一包，到，画三次之后要称赞他一次。快点，你讲。哦，去银行钱很多，会怎么样？用一个东西叫什么东西？现金袋。不是，有一个东西，然后你钱要放进去，他会告诉你有几张，有几张，那个东西怎么要插电的，点钞机，对，大家可以，家里冬天要洗澡。热水器，对，回来，快点，积极一点，对，不要像保定一样又走的。我跑的超卖力。没有，你刚回来这样，我跑的超卖力，装什么样子？积极。好，积极。好，两个扁了，还没有。不是，你刚真的是都不积极，让大家就整个被陷入一个冷场。不会，但是你表现得很棒，快去，余湘泉表现给大家看，积极，我吹，余湘泉不错哦，快点，抛钱，这个上楼梯，好慢哦，像这么长的梯哦，你这样爬上去，脚就瞬间会软掉。哦，有一个人住在医院，然后很严重，他要送什么？吊点滴，不是他住院，不是在医院，他在一般的医院，然后更严重了，你要送哪里？加护病房。对。车子开一开，结果。轮子坏掉，叫做什么？爆胎。对，回来。他的皮肤不错。跑起来。蛮快的嘞。跑起来。你们有压力了，有压力。我们就是在那边补那个宝地的时间。快点 ，give me five， 还没，快点，到。好
OK OK， 感谢，7分15秒，七分十五秒，来黑队进攻 ，Go Go， 啊加油啊，不要跌倒了，对对对，好，预备，喂，慢慢来就好，不要跌倒，不要跌倒，快快快，自己派，小心安全哎，对，安全第一，哎，不过派比跑，你已经比冰宝快了。安全，篮球场，更多的健身房，各类的都有，各类的体育都有。然后在南港也有，在那个北投也有。哎，这个叫什么？在松山区也有，各个区都会有一个的。大，很多人都会去运动中心。好，篮球。在家里面，在地板上。讲到这，好，换一张，换一张。加二十秒。一个吃的放到火锅里面，煮太久会很稠。芋头。在。加二十秒 ，OK。我觉得黑队的黑洞现在要开始出发了。黑队的黑洞，加油！可以，积极，来，他们都很积极耶！哇，不要摔倒，小心安全。这么慢吗？一个吃的，然后。它可以磨成粉，然后是黄色的黄豆。可以涂在吐司上面。花生的一种。吐司上面。吐司上面的。花生巧克力。花生对了。花生酱。对。对，答对。下一题。大声，这么。今天你要把食物，让它很新鲜，必须把它保鲜膜，不是装杂志消失掉，超难避的，没关系。今天给狗。吃一个东西，它嘴巴里面会很干净。解压骨。对。哎呦，你这个字好难避哦。决战在这里。冷静，冰冷。好。安全哦。哎，我的字好难避哦。没有，这随机的运气，因为用抽的很多。我知道。这是妙。在厨房里面，东西只要放进去，盖起来，气炸锅。也是在厨房的，它是透明的，把食物保鲜膜。不一定，还没到最后，不一定，还要。到你了，放心，加油，还要加40秒。要击败哦！要击败哦！要击败哦！击败哦！击败哦！快走！
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来，提油。但别忘了这边还要加四十秒，好不好？5分44，输了。我们赢了。赢还有7分多，恭喜黑队获胜。哎哎！可以。对啊，全部都是宝弟的错。我自己道歉了。身为一个新二代，我在这边跟所有的社会大众真的不好意思。你跟喜欢吃那个广东粥的朋友，跟所有喜欢吃广东粥新二代道歉不久哎，我们 OK， 我们对不起，稍微让点小报，我们一起，不好意思，让进，没有，我们没上，浪费了社会的资源。好的，哎，这昨天他们有练的，拍手，队长真轻松，其实也不轻松，我已经烧起来，烧起来，喉咙好痛哦。OK 啦，超撑了，对啊，这一集客制化真的是不错，客制化，等下不会输了，这一关好，是因为你输的，这一关你不用扁，这一关我的错，好了，不怪你了，3扁1包啦，好了，等一下啦，好不好？等下不会输了，我希望可以看到你接下来几集啊，认真，等下我再输。因为老实讲，两位跑的真的很积极，我刚刚是真的蛮快的，我以为。自以为你到上面是慢动作是吗？我们在这里看是慢，很像慢动作。我脚痛，我可能都跑得比你快。该跑了。